喂，你的太太廖蒙芝今麦伫我的手头，若是卖伊我命，就请我跟伊去做。这敢是诈骗？我有派人甲伊定条条，恁若是报警，若是甲其他人讲，就准备替廖蒙芝收尸。话甲伊讲话，老婆，我哪会知影你讲话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？诈骗的，诈骗的。蒙芝，蒙芝。我跟你讲话，今麦到底是安怎？老公，紧救我，拜托你！你马上出来，等伊到大门口的时阵，我予你进一步的消息。爱记的，绝对袂当报警。喂，喂，我连收电话代志要处理，你先把物件送转去。告诉我多少工？不要紧，别耽误着比赛啊！哦，大家老婆，蒙子手机关机啊！敢讲迄真正不是诈骗，是蒙子拄着危险啊！喂，你即马为这边？继续行，我拜托你，别伤害蒙子，我要跟伊讲话。老公，电话。蒙子，卖拖时间，叫我带去做。好，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你干咪姓恒？哎、欸，我真正是我翁呢。伊毋是要去比赛，哪会往迄边行？我拜托你，唔管安怎，莫去伤害蒙子，你是无辜的。莫啰嗦，紧弟弟行过来廖蒙子家哦。莫逼到我无来，阿哪无？我就直接给伊杀爆咧脚卡。老公，你手头有刀？我就惊，你紧过来救我！我拜托你，有啥物代志缠着我来，莫去伤害蒙子。慢点，所以你是在催眠？我就会帮你说，紧爬起来。老公，进来救我！我唔知啊，我到底是倒位得失着你啊？我拜托你，就算牙关的，先帮我自己开好不好？看你想要怎对我，拢不要紧，我拢无意见。是啊，提钱办事啦。我嘛唔知哦，你到底是得罪谁啊？你若是想要知影真相，只够你家己去问杨龙。老公，你莫讲问啊！伊是袂帮咱耍的啦。啊你，你要做啥？我老公已经叫你的防护要过来啊。你无家己徛袂稳啊！你去看到去叫卡。你哪？你哪会当你走？我是跟你无完无休的，你哪会当你对待伊？老子，你袂惊？老公今仔就来救你啊！老子，你。蒙子，蒙子，老公，星河，啊，星河，老公，你好心，我把你救来。是的，变人了，跟谁干蒙子？哎，家父，您爸了。拍摄了，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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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无错，伊甲我是咧讲有人叫做是蒙子，甲伊骗到遮来，结果两个哦拄啊到位，伊就已经搬落去啊。着谁管安尼啦？有阵啊想遮尔苦，竟然想要伫我个性命。哪有遮尔拄好个代志啦？阮只去找彭彩啊，变伊着爱讲出信贤个心事，啊，信贤随着做代志，啊，这伫甲彭彩啊有关系啊？哎呦，哎呀啦！ 鲁在生甲陈忠雄拢赶来啊，我看咱的行李去卡土洞啊。好，阿姑，我是罗米姑啊。你想今日你就是米姑啊？哦，紧，替我找阮耀清玉，阿哥罗阿伯，不是，是阮爸，紧找因过来，我要甲因讲这个好消息。安尼真好呢，因为阿伯嘛怀疑你就是米姑，已经去 DNA 啊。 伊等下摕到结果，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阿、啊、你即马嘛恢复记忆啊，等下因过来，你就会当直接修理团圆啊。阿伯，新鲜又恢复记忆啊，伊想起来伊就是米姑啊。米姑啊，你总算回来啊，你总算回来，我也是苦命哦。 我来过，别叫人心是真的，不管我了，特别关心你，特别感动。是，我回来了，你哥哥，你哥都不能少掉了。 原来我宝贝好心，搁我来好好。米姑，我是你亲生妈妈，既然你拢甲老家人相认，你是不是？ 也应该跟妈妈相认。你等下妈妈身躯边好不好？米姑，你莫讨厌妈妈好不好？我若知影你就是我的宝贝后生，是我伫这世间唯一牵挂，我想你都袂好啊！我哪有可能？ 对你做出一款的代志，当年的真相我拢知影。虽然我毋知影客妹，伊是我大汉，是有啥物拍算？啊，不过我唯一会当确定的，是并无害死我的意思。我
你到底是嘛？毕竟已经发生啊，咱母仔结婚规三十几年，拢是这个歹心导演怎么害的？结果你只不过我离开咪姑，叫阮搁一届忍受母仔结婚苦的痛苦，你也是人哦？丁慧官，你干嘛当较冷静？ 美姑已经卖严实囡仔，又看你会当管理个未来，你死是要安怎过？无人会当控制伊个想法，所以你较尊重伊会使无？你莫再跟我找道理啦！美姑是我辛辛苦苦派十个月巴肚生落来，伊原本来应该做伙。美姑，美姑，你怎么走啊？你要创啥啦？我是阎妈，我是会当对你创啥？美姑，你相信妈？ 妈袂害你，你对妈嫂妈会保护你。美姑，你卖搞用啊！你，我今物是不是就乱呢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乱，妈在你决定。美姑，你听妈讲，咱过去是命运的注定，咱要过别人的人生。为什么开始，咱无阿囝，好好做伙。 咱我搁家己，咱莫甲老家的人，互你好交差，就咱母子两个重新开始。好，来。我袂缀你走的，我袂缀我的心行，我的心。 叫我留伫迄爸，还佮阿姨身躯边，爱我莫离开在场所为人，除了你。阿姑，妈讲较济，都是希望你会当了解，妈有话希望会当佮你相认。我的心，早着你的童年，少年山坎的时阵，写到喙口口。 只有你，才好度伊伫我的空气。啊，不过，你却唔肯认我，这款痛苦，恁谁人会当了解？我知影你心内对我充满怨气，你要恨我，我无话讲，这我接受。啊，不过咪姑是无辜的啊，因为伊家己人生的路要行。 你无应该甲牵拖入来咱文化内面嘛？你唔着应该互伊时间，互伊想，互清楚。我是咪姑的妈妈呢，我要甲伊相认，先让叫做阿玲。阿玲的雪白如玉汤，英姐，你就会当解想我对你的用心吗？我可讲一届，你若是对我深人心内，够有怨恨。 就请你莫过来交了我的生活。阿美姑，你一切好不？因为我一人保护我的亲人，你的存在对伊来讲就是一种危机，所以我是无可能让你有机会来伤害伊的。歹势。 我袂甲你相认，请你离开。美姑，妈袂放弃你。你先好好照顾家己身体，妈才随时过来看你。妈拄则讲的话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想一下。你是一个真好的囡仔，我相信。 你一定会唔敢讲妈一个人，无伊无我。啊，真正是讲袂顺车呢，出去啦！美姑，妈妈爱你。哎呦，出去！美玲，不管怎，不管你做甚物决定，我拢会支持你。啊，也毋过你千万莫因为体贴，去委屈你家己。 Thank you.